好，我们这边来看一下英格丽达这一次的地狱级哈，对，这个也是蛮稳的剧本来分享给大家啦。来，第一关这边稍微洗一下技能。好，这边持续去偷回合哈，等一下差不多是时候。好，这边直接带走了。那他这边有带神跟魔哈，所以撸过去会变成强化猪，然后也会加4 combo 给你。好，接着第二关是不能手消水。好，那这边就稍微去叠一下就好。其实英格丽这个机体真的很稳哦。好，这边有稍微没转好，不过没关系，伤害还是很够。好，铁扇跳了就开下去。其实我自己也是蛮喜欢用铁扇的啦，但是你知道吗？没有那么多人有铁扇，所以不太好意思拿出来用。那我们现在就是看一下别人的铁扇哦，别人的英格丽通关这个地狱级，能不能做一个依据参考这样子？好啦，来接着是二三盾哦，来这边就直接去转。刚刚有很多心不能消，所以这边珠子应该是很足够的。好，少一颗，哎、欸，没有，有转对。好，这边没有带走哦，那他是越扣越强，50%哦，一开始是扣50，接着就扣100了。好，这边二三也有转到，没问题。好，带走来下一关，锁技加无鼠强化哦。好，这边要直接去转，因为英格丽撸过去会变强化，有带神跟魔的话就会这样子哦。好啊，这边哦，直接无视是不是？好，这边用龙科来无视无鼠盾哦。好，这边的话就直接龙克开下去，那一定要一波带走，不然他是会追击过来的。好，来接着14康的工钱，好，这边一样先稍微偷一下。好，接着铁扇一个关开，然后用泰迪来减伤。哎、欸，没有，铁扇还没开哦，因为等一下是附加消除技能重置。好，这边开了神一下去，然后也把英格丽的二消打开了。好，这边版面隔的还不错哦。好，这边有加四康的关系啦，所以你只要有转到10，然后就可以大于等于14康了。是不用太担心这个问题啦，因为二消开下去，版面满版基本上是15康哦，要转到10就等于说你只要转到2/3而已。好，来接着下一关复消技能重置，然后9康撸过去还会变成问号啊、哦，不过这边没有影响哦，因为英格丽走过去会亮起来哦，就不会变成问号了。好，但是这边没有9康版面，比较可惜哦。这边铁扇还没有打算补下去，好，要直接去排二消版面了，等一下要把英格丽再吹下去一次。 OK， 下面已经排好九康了，来铁扇开，好，英格丽也开，好，那这边就是空转就好了，把他去把其他珠子粘在一起，这也是可以。这边有超过30，还 OK 哦，而且还要到40啊，哇，漂亮！好，这边就直接一个伤害碾压式通关哦。来第六关，好，第六关这边是手消指定的珠子，来第一回合遇到的是风暴，他这边运气算很好哦，风暴只有一颗火卡在风暴里面。好，来这是手消全按。啊，这边直接引爆，然后去把暗全部消掉就可以了。英格丽这个机体生存力真的很强哦。啊，这是火，那这边的话，龙兽妖有带其中两种，就也有无视燃烧跟粘附，所以这边也是直接转就好。
好，来，接着是暗，那就是手消全光，撸过去会变问号，但是不影响哦，因为英格利队伍技的关系，撸过去变强化哦，所以不会被影响到。来，接着冻结，好，这边的话是开泰迪，然后手消全木。啊，这边你要开泰迪或者是伊丽莎白都可以哦，都可以还原。好，这边就带走啦。好，来接着第，不是啊，这个是王冠的哈。来，王冠这边也是直接不怕燃烧。好，那就直接转就好。这边是25%盾哦，你有打到两亿就有打到25%。那基本上你有带铁扇啊，然后珠子转的至少有手消到五康的话哦，要打两亿都是轻松的。其实也不用那么多，大概四康就够了哦，只是保险起见转个五啦，至少转个五。好，这边真的随便打随便破两亿哦。好，那这边就带走啦。来，接着二血的部分齁，是一回减攻 99%, 然后他有单击十亿盾跟点燃，好，这边也是没有带点燃，所以打算直接硬灌的齁。其实我本来是还蛮期待能不能看到有人在减伤 99% 的时候硬干过去，不过这个应该真的太难了齁。好啦，最后就是一个爆发全下，这一队也是打蛮快的。好，那就感谢观众提供这个英格利剧本来给大家做参考，那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。最后就是龙科也被击碎了啦，也没得开，最后就是一个伤害的大爆发这样子。好啦，我们就下一部影片再会啦，拜拜。